怎么感觉有点卡？是不是？我的肚脐眼，不要再让我看肚脐眼了。你妈问你在看什么，你就说在看静静啊，或者你在说看老婆，你就说你在看你老婆，或者在看你女朋友，你妈肯定很高兴的。她说：“哎，我儿终于有女朋友了。”谢谢大师哥哥的晚安。肚脐眼上面没有毛。就得有毛。你别逼我啊！你还打不过一个辅助吗你？我以为我能杀死他的，实力装逼。哎呀，就那个 Q 好了就可以杀死。嗯，刚才 Q 好了吗？没有吧。说好的萝莉呢？你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，给你生个萝莉。不要再管我要萝莉了，你不愿意就算了。你说我你说吧，我给你萝莉，你又不要，还问我要萝莉。萝莉在我肚子里，萝莉在我肚子里，你又看不见。为什么你说不了话？被我禁言了呗。那萝莉跟那个什么有什么区别？你们喜欢萝莉还是喜欢那个御姐呢？你们喜欢萝莉还是喜欢御姐，还是喜欢少妇，还是喜欢大妈？今天不打人，我这不是护士服，你看看这里吧。人家不是护士，人家想做警察少妇。为什么会喜欢少妇？你们对待小三怎么看待？你们对待那个小三，你们对待那个小三怎么看待？我卖了他吧，他又被抓，我也是醉了这 ADC。你们对待小三是什么看待的？不敢这边走哎，我怎么看小三？你们其实男人对小三怎么看呢？一般小三都是那个女人的称呼吗？就是男人是第三者不叫小三吧，女人是第三者，所以就是那种小三。为什么男人做第三者就没有骂，没有人骂，女人做第三者就特别有人骂，为什么？哎，这样子说来，那我以后就是碰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男的，然后他如果有女朋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没有做过小三，所以说如果说我以后碰到了怎么办？小三，为什么男的当第三者就没有人骂他小三，女的当第三者就特别遭人骂，当小三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同感的感觉？小婊子。小婊子现在是一个昵称好吗？小婊子你看这么可爱，小婊子现在是一个昵称。男的话就是没有人争议啊，男的就是反而会夸他就是真诚什么，就是说特别喜欢这个女的，他还是有女朋友了还愿意给她买东西买零食这样子。女的话这样子纠缠一个男的是要那个被骂的，男的话就会夸他就是什么专一啊专情啊这样子，我感觉很不服哎。
男的有的啊，如果说有女朋友的那种，有男女的有男朋友的那种，你要是特别喜欢一个女的，她有男朋友的，你会怎么做？做小三，然后你们男的就是一般都是会夸的呗。不会是备胎吧？男的反正你有没有追到他，对不对？他不过男的追女的比较难追，女的追男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吧。我现在忽然发现，就是女的追男的，如果你是有个小三，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小三，愿意当你的第三者，比你的女朋友要漂亮，然后愿意当你的第三者，然后男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蠢动嘛，然后女的，然后这样子女的骚扰男的可能成功率比较大，所以说就是被别人发现之后，这种成功率比较大，然后就是会被人骂。女的话可能，男的话可能追不到那个小三，追不到那个女的，就是这样成功率比较低，然后就不会被不会遭人骂一点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你们就是说男的做了小三之后，然后有就是朋友会劝你们就是不要这么专情啊，这样子。不是我怎么没听懂啊？就是说男的追一个女的，他没有追到，男的追女的比较难，女的追男生比较容易，为什么会一直都是这样的？然后女的追男生比较容易，然后女的做小三成功率比较大，所以说女的挨骂的比较多，男的做小三成功率比较低，所以男的挨骂的比较少。我一直这样想的，那为什么非要骂女孩子？就是说做小三的，非要骂女孩子，男孩子不要骂的。男孩子就是还反而会夸他，就是说你这么专一，哎，没有婚姻就是公平竞争，不会啊。那女孩子就是没有结婚的也是会遭人骂的，就是如果说去骚扰一个男生去骚扰一个女生，反而会说他那个不要太专情啦，这样子。女生去骚扰一个男生就说哎呀这小三，这小婊子啊。人家有女朋友了，你还天天围绕在人家身边，这样子不是招人骂吗？我叽里呱啦的，好吧，我没喝水，哎，口干舌燥。为啥要越塔呢？不要过去了呀！啊！我出了冰杖，哎，男权社会，现在不是社会，不是早就说已经是公平的吗？现在还看来还应该还是不是公平的，比较那个偏男性的，中国一般都是这样的，比较偏男性的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哎，现在还是有很多那种比较古板的老人之类的，还是会比较偏男性。都不够分了，还看上去看得过的，然后性格好一点的就可以。现在不过现在年轻人啊，就包括我吧，也是就是比较追求激情的，追求激情，然后就是有那个每个人都有征服感，就是会对那个帅的男生产生好感，然后有偏向那个意思。特别帅，没有钞票养眼啊。现在不是有那种以前啊，男的包养女的这样子很多，现在女的包养男的也很多，包养男的富婆，包养那种特别帅的那种也很多的，我见过好几个富婆了，包养了特别帅的一个男的，这样子。富婆嘛，反而富婆一般都是比较老的，我觉得你们会接受吗？